好，我马上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你先忙，没事。哎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帮忙，帮忙，这么急吗？这可是咱们队长表现的时候。你上一次是这样，不觉得自己多余啊？嗯，谢谢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刚要走。啊，对了，那个病人的事，我跟你说。无论如何，得先把他的病治好。才可以尽快的配合警方调查。我相信你的专业判断。我是说，那个病人有嫌疑，所以给他治疗的时候注意安全，懂吗？明白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跟我来一下。目光也曾掠过拿去，这什么呀？樱桃酱啊。你做的？嗯，前两天太忙了，本来早就想给你的，记得回去放冰箱，赶紧吃。行，你还给谁做的？你买的那么点樱桃只够做一瓶的，能给你做这么一瓶已经不错了，还能给谁啊？好吧，夏医生，走了。哎，头发都被你弄乱了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